觉我可能要换一个，对，因为这个架子，我可能要换一个架子。等一下，好累。这个会好一点吧，对吧？对吧？这样要好一点。谢谢井上 Needle 一些送礼物的小伙伴们，前面有几个我没看到，把插线摆了。晚上好。哎呦，哎呦，哎呦呀！我把地毯放好了，现在好了。雨后蜻蜓，谢谢雨后蜻蜓。整理一下我的眼屎。你找我聊天，我女朋友不会生气的。我们也没聊啥呀。玲玲没去啊，谢谢小林同学送的20个元宝，谢谢风飘跟汽水，谢谢奶茶。这不是聊天了吗？那这不是好多人聊天吗？又不是对你特殊对应啊，特殊对应。我要去补个嘴，然后拿个喝的。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送的巧克力，谢谢蒙奇奇送的玫瑰花。这是小修吧，在这遮不住修，这样遮修。害羞，哎呀。战果我都说了，我是去代购的了，代购代购，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代购呢？能解释一下代购是什么意思吗？你们说了我是代购了。请我吃饭，我们之间不是，我们之间就是好朋友之间没有这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你，都不大姐了。
对啊，良心代购，不受中间商差价。给上海的朋友背了两本书，挺不错的哈。对啊，就开心啊！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新买的两个手机壳，就是我不是买了换了一个新底色是紫色的手机嘛，然后我就为了玲玲就跟我说，她说你既然买了紫色的手机，那你就必须得买那种透的壳，把那个紫色给透出来。然后我现在用了一个能把手机壳透出来的，能把手机颜色透出来的手机壳，然后还有俩，一个是宇航，哦你们看不到，就是还蛮很可爱，因为很可爱所以要展示出来，它是紫色的宇航员，还有一个大象，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大象的，只不过跟这个大象不一样，我那个大象比较写实，这个大象比较卡通，大象在宇宙里的大象是不是很可爱。就这样，这壳子多少钱？十几块，十几块钱，手机壳不都是十几块钱吗？我怎么觉得我眼睛下头有东西遮住，看不太清？对啊，很便宜啊。然后今天代购，嗯，我不行，我不然我要发出鸡叫了。励志透明夹帅哥照片。哦，我之前也用透明的，就是夹的是我很喜欢的歌词儿，是那个薛凯琪的歌的歌词。膝盖还好吗？还好呀。因为我今天就是帮萌萌和谢天一他们代购了那个小动物的衣服，小朋友的衣服，给你们看一眼。其实没必要折袖了，这个床裙，把插线板就，我去拿。这是王瑞琪，是不是很像王瑞琪？跟王瑞琪长得一模一样。我来了，嘿咻，哎，就是我给自己买的，就是这个，因为我本命年嘛，然后。发现达菲他的十二生肖，达菲的十二生肖出了新的，这个牛牛的还挺好看的。达菲以前的十二生肖，他那个牛牛是那个蓝色的牛，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牛牛。然后发现他出了新的这个牛牛，就又买了一只。然后现在一共是两只达菲，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达菲熊，就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因为他是本命年，然后又换了一个新的牛牛的造型，我就又买了一只。很可爱吧？他的衣服还能脱下来。就是衣服还能脱下来，很可爱吧？我第一只就是我自己在迪士尼买的第一个朋友，就是达菲，是达菲的小兔子，它现在在我的床上，你们能看到吗？这有个兔子耳朵，看到了吗？
兔子耳朵跳跳虎旁边那个兔子耳朵，就是我在迪士尼买的第一个朋友，就是达菲的兔子。那个是跟日本的一个地下小偶像的同款，那个时候还挺喜欢他，所以就买了这个同款。那个时候完全是为了买小偶像同款才买那个兔子。哦，谢谢路过的假面骑士的秋天奶茶。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第二只达菲了，就后边本来还有噗噗，噗噗在我床上，我没洗澡，我现在不能上床，那在床上的角落，我那个噗噗是菠萝油王子。然后这是给萌萌买的，这是给萌萌的艺儿买的。然后这是给谢天一的布鲁托买的。然后重点来了，这是我给小猪买的，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小猪，王若琪在直播吗？王若琪在直播，对，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小猪特别像王若琪，我没有，就是是夸奖啊，就是这个小猪真的超像王若琪。生日的时候我不是也说了吗？我说王若琪长得像小猪皮杰，他的名字就是小猪皮杰。而且我给这个小猪买了这一套贵妇装以后，我觉得更像王若琪了。王若琪在直播，我可以跟他连麦，然后再跟齐静连一个麦吧，因为今天跟齐静说很像，然后我都没有给他展示过。我跟你连麦是有要事相告，你说吧。就是你之前，你还记得你之前生日公演的时候，我一直跟你说，我说你长得很像小猪吗？啊。然后就是我不是有一只小猪吗？然后那天、就是去年我给这个小猪买了一套新衣服，给他穿上，给我穿就更像你了，就要给你看一看。啊，你给我看看吧。啊，这个貂皮大衣是吗？是不是很像你？它像我吗？你看这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多像你啊！哦，哎，它是挺可爱的，但是它现在不像头猪，它像个人，你是不觉得吗？它戴这帽，它没有猪耳朵了。像你，对，它不像猪了，它像你了。多可爱，像吗？像吗？好像啊。嗯，像，太像了。好了，没事了，就给你看看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好好，拜拜，晚安。晚安，皮杰。现在要找给齐静展示一下。就给你看一眼那个王瑞琪，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皮杰很像王瑞琪呀，那个小猪是吗？对，给我看看。真的好像，我觉得那个歪嘴的比较像，那个歪嘴的小猪很像。是吧，真的很像。他有个貂皮大衣呢。我去，这样子好像王瑞琪啊，他没有脖子的王瑞琪。很像吧。他正在说你，是我正在说齐静，还是齐静正在说我？我刚说到你，你就跟我连线了。你说我什么坏话了？我说你这个人很神奇，你做极速光轮的时候非常，那一瞬间是很爽的，但你做完下来之后的一个多小时之内，间歇性的头痛加想要呕吐。对呀、啊。对啊，怎么会只有那一时爽，好奇妙啊。不像我，我坐的时候虽然我要死在上面，但我下来之后人就踏实了，就是没有后遗症，对吧？我是后遗症太严重了、啊、你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好叫人费解、啊、
不知道呀，怎么会这样呢？太好笑了。好了，没事了，再见，拜拜。被齐景吼的，不是被齐景吼的，就是真的，就是像我自己去迪士尼玩这些，我都会。我不是之前我们有一个 MC 话题是去游乐园不敢做什么吗？就是我去游乐园真的什么都不敢做，因为我很害怕，除非是在我压力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我才需要去那种地方缓解一下。然后我是一个去，我就是真的，我这个人很讨厌去游乐园，但其实最近我很想要去游乐园做那些刺激的项目，我就是想享受一下那种刺激的感觉。我为什么很讨厌游乐园呢？因为我会晕，我坐旋转木马我都难受，就坐完旋转木马我下来我的胃我就难受，我就想呕吐。谢谢松鼠人仔悠悠送的巧克力，小矿车我也晕。我们今天也是坐的第一排，我就是很怕，就是我很容易晕，我坐旋转木马我就会晕，因为它转，然后今天坐了好几个项目都是转的嘛，反正我坐转的就会晕。然后给你们，其实我还蛮想给小猪换新衣服的，这一套我超喜欢，这一套是我上一次就是跟小新一起去迪士尼的时候我就想买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能冲动消费，我就没有买。然后今天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是很喜欢，我想既然上一次很喜欢，这一次还是很喜欢，那证明我真的很喜欢，既然真的很喜欢，那不如就买吧。就是这个，是那个像小飞侠里头那个小精灵，而且它的这个书包很像一个大象，很像吧？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像一个大象呢？很像大象，这个很像大象，小飞象很像。谢谢流川枫送的圆棒，谢谢橡皮软柿子送的圈圈奶茶。对啊，真的很喜欢，就不是冲动消费。然后我准备给小猪换上这一套试试，其实这一套也很好看，好像。对，然后我给噗噗，噗噗其实很挑衣服穿的，我的噗噗很挑衣服穿的，但我的噗噗现在穿的这一套是我最满意的这一套，现在的这一套噗噗穿上就像菠萝油王子，菠萝油王子就是，你们听到了吗？谢谢库克尔送的99个巧克力，谢谢小小琴送的巧克力。我是因为我是随机播放，然后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所以我收藏了，所以会随机播放到这首歌。我切歌了，朋友们，不好意思啊。谢谢吃面王亮朝小宝送的元棒，谢谢可爱可爱什么匆匆啾咪高冷糖送的元棒，谢谢橡皮软柿子送的元棒，谢谢流川枫送的元棒。发动了，下班了下班了，别唱了别唱了，我这首歌我 PTSD 了，就是我害怕跳新航路，就像奇境害怕跳回游鱼一样。好了，我现在想给小猪换这条鱼，因为毕竟夏天了嘛，也不用穿貂了。光屁股被你们看到了，谢谢红妙坡送的秋天的奶茶。啊，玩儿去光屁股了。不是，对不起啊，玩没有冒犯王儿琪的意思。
是真的很可爱。就是我这个人夸人吧，就是也不是夸人，就是真的，如果我要形容一个人很像什么小动物的话，就是很高的赞赏。因为我一般夸人我就会说可爱好看，但如果我说你像小狗一样可爱，那就是比可爱上了一个档次。谢谢纯爱战士小葡萄送的秋天的奶茶。而且这个包包你们看，它还能拉开，还能装东西呢，好精致是不是？我觉得给他穿个衬衫会好看一点，给他穿个衬衫。我上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我就在说迪士尼又抢钱了。现在断指摘下蓝胖子送的玫瑰，七个玫瑰花。我觉得穿个衬衫要好看一点。可爱吧，挺可爱的哈，七个哥。然后，这是我的一儿崽崽，这是我一儿宝贝，是我的一儿宝贝。这一套也是牛年的，这是跟这个这一套萌萌和谢天一都买了叫牛牛的新年的。这个猪猪叫皮杰，就是这个小猪吧，你们知道，等一下等一下，我好像被蚊子咬了，好痒啊我的脚。捂住的方式好正确，那是当然了。来吧，这个小猪它特别特别的适合穿那种娘娘很娘很娘的衣服，小猪特别适合穿很娘很娘的衣服。虽然他是一个男孩子，但是他就是很适合穿裙子。谢谢 SPONGEBOB Black 送巧克力，巧克力女装大啊、哦、女装大佬不是我吗？小猪特别适合穿这种衣服。然后叶儿其实也蛮适合的，但是叶儿没有脚，你们看叶儿的脚只有这么一个坨坨，小猪的脚就这么大，这叶儿的脚就叶儿没有脚，他连他就一个脚脚脖子。是蹄子，是，
你说的好像没毛病啊。然后这一套其实我不是很想换了，我觉得有点累的，因为还要收纳，就这样收纳还蛮好的。我因为我给他们买了一个衣柜嘛，衣柜就是收纳他们的衣服的，就还挺麻烦的。我今天不想收纳，要是我不拆其他的就好收纳，我今天就不收纳了啊。好了，睡吧宝贝。为啥我的头发一直打结呀？好难受。晚安，就晚安啦，我还没想下播呢。你们没有看到后面？哎呀，哎呀，忘了这个宝贝。这是这是琪琪，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吗？这是思思留下的。告诉不愿的好我哟，誰もいない部屋で一人、もうに朝が来たよ、土砂降りの朝が、TikTok、私の目が、这是琪琪吧？是琪琪，弟弟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这是思思留下的。琪琪是黑鼻头，弟弟是有两个门牙，就是他的门牙是分开的。琪琪是黑色的鼻头，弟弟好像是红色的。琪琪的鼻子是黑的，弟弟的鼻子是红的，然后有两个门牙。为什么我的口红没涂好呢？为什么觉得有点？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的时候，他们不叫琪琪弟弟，弟弟叫什么钢牙，就是我忘了，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点琪琪弟弟，不知道在哪看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不叫琪琪弟弟，琪琪叫钢牙和什么来着，就是弟弟叫钢牙，哦，钢牙和大鼻，对。对，是吧，是叫大鼻吧，因为我记得以前我看这个的时候好像不叫琪琪弟弟，我就记得钢牙，我印象特别深刻，钢牙。哇，好可爱哦。王瑞琪说的没错，我就是双马尾做的。伯母党那个喷嚏，哼，你们以前叫松鼠大作战。松鼠大作战，不行，我忘了，我回来的路上一直有一首歌很想听。但我忘了是什么歌了，我现在已经。松鼠大作战那种霸王机的游戏，对，李代贤你都知道呢，这不是你那个年代的吧？二之前和你肯定不是同一个年代的。啊，项链忘了，没事儿，明天再去吧，今天太晚了。而且我的项链，那个项链，哎呦。哦，港版翻译是钢牙和大饼，下来明天去吧，因为一直
就是我昨天给他打过俩电话了，对，发现脖子是空的。嗯，以前和表弟有玩的那种手柄插卡的游戏啊，因为不是二次元被冒犯到，段子大侠年纪很小吧，他比我的小呀，我跟段子大侠之间可能都有点代沟吧，对吧？二次元100岁，我可没有说你二百，我可没有说你100岁了。200岁，不是也超级加倍大斗地主呢？就是不是老说什么3岁1代沟嘛？3岁1代沟，就是正常来说是这么讲的。但其实我觉得代沟这个东西不一定，因为我跟好多人都没代沟，好多人不是好多人跟我都没有代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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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谢谢香港 Peter 假送玫瑰花。自己说少，你们知道今天做创极速光轮的时候，奇迹一直到旁边尖叫，我的耳朵都聋了，就是我已经觉得我，就是你让我去游乐园什么的，我还是会比较抗拒，我还是会怕，但是我这个人是属于做那种特别刺激的项目，我是不会叫出声的，就是我无法啊，我无法尖叫，我尖叫不出来，我就只能就是发出这种声音，这种害怕的声音。就是我没有办法像奇迹那样尖叫，我害怕，我特别害怕的时候，我也只能，就是那样。然后在迪士尼就把那个创极速光轮玩了很多次以后，我就没有那么怕了，就我知道它是什么感觉了，我就能忍受了，我就可以拍照的时候我就比动作了。然后就是我在就玩，我记得我小就是以前玩过那个跳楼机，是硬上的，就是我妹妹想玩，但是我爸爸有高血压，我妈妈又做不了，我妈妈害怕嘛，我妈妈就他们就强行给我买了一张票，说你必须得陪你妹妹去做，然后我妹妹特别开心，然后我就很怕，然后我就旁边我就是那样的，就是我就不会尖叫。我就是不会尖叫的那种类型，做这种刺激的项目。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次以后，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可能对它会抵抗力，我就不会那么害怕。然后奇境倒不是，它就是会叫，它就是会叫。对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尖叫建议找天草学。那这重度近视不建议玩这个项目，为什么？叫的人是准备用声波抵消重力加速度，而且你们知道我今天就是很搞笑，就是因为我可以坐起来嘛，那个项目可以坐起来，然后奇迹在我旁边，就是他就一直低着头，然后就一直尖叫，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谢谢卡门不懂我的忧伤送你瓶奶茶。啊，视网膜脱落，天哪，这么严重。哦，一两次没事，那就没事，反正我也不会经常去玩，创极速光轮也不是很激烈嘛。谢谢八会送的20个元宝。
多少算重度近视？500-300就算了吧，我觉得。为什么只有近视的人才会？因为近视的人可能本身他的视网膜就有一点磨损之类的吧。1000重度600高度，你那个男朋友。高度近视眼球有变化。我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谢谢哈布哈不的送的表情。不能献血真的吗？但是我不能献血，我要是献不了血，我本身就比较虚。当时爱的不够，体虚就不对啊，我就是献不了血，我低血糖，看不出来吧？会低血糖，肾虚女装大了会不会？谢谢高冷糖送的烟棒，有点贫血，好像不是吧？是肾虚啊，不肾虚啊。我记得以前用这个它不脱色的呀，为什么我现在两下就给它吃没了呀？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毕竟低血糖，好的，去补课，去补觉啊，不是，去补课，去睡觉吧。所以才定期体检，好的，我还没有去查过那个眼底呢。谢谢饥渴，你可记得慢送的10000奶茶。天哪，我的腿好麻，我坐在地上，我的腿好麻，腿好麻。1000度去检查完全没问题，那不挺好的吗？1000度检查了没问题。我其实想卷卷刘海，但我感觉我的眉毛没有了。有的有的，眉毛有点淡。眯着眼看直播不太好吧？你戴着眼镜儿，就是我就是那个什么。为就是度数要是不增，就是防止度数增加，就是你晚上不能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玩手机，就是你得点个小灯，然后那个灯还不能直射你的眼睛，得这样从后面这样的灯才比较好，还是好好看哈，是吧？哦，我突然想起我要说什么了。今天做超级速光轮的时候，我不仅一边要注意旁边的奇境，就为什么？因为它确实有点好笑，我好怕它就是怎么了，因为它真的有点好笑。然后这个耳饰它一直这样夸夸夸夸夸夸夸，就是一直这样，然后我的耳朵就被打得很疼。因为我之前有一次上公演的时候戴了一个很重的耳饰，然后我跳舞太用劲儿了，然后那个耳饰就把耳朵给刮流血了。然后我今天做那个创极速光轮的时候，这个耳饰就这样夸夸夸夸夸夸夸，就跟上一次那个耳饰把我耳朵刮流血是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要这样一只手抓住它，一只手就很好笑。房间开灯，但是晚上我会点一个小夜灯，因为就是助眠嘛，助眠。对，真的不能侧躺。
我左边的度数比我右边的度数高，就是因为我经常左边，我经常这样看手机。然后那个我上一次去，不是上一次，上上次去检查眼睛的时候，嗯，就是说，他就说你不可以这样，你要看手机的话，你就必须，你就不能侧躺，就是说这样对眼睛不好。嗯，经常不开灯玩手机，几年了都没近视，那证明你本身就挺好的，可能个人体质问题吧，我觉得。对，跳舞的时候耳饰疯狂打脸，而且还有我们那个遗忘的国度第二套衣服，就是那个花之岛那套衣服，那个口水兜，我每次跳那口水兜就这样噗噗噗噗就打我的脸，所以我每次跳舞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摁着跳的前面，不然的话就这样噗噗噗就打我的脸，那个口水兜那套衣服也打脸。而且跳那个黑与白不是那个衣服上有带子吗？哦，黑与白还有自言自说，它原版的那个衣服上它有那个长长的带子和链子，那个老是打到脸，那个也可疼了。この街は16歳。好，通了。雷一咋了？我好无聊，叫叫你。好无聊呀。怎么好无聊了？怎么了？就是好无聊呀。这是什么暗号吗？不是。我刚刚给小猪换了衣服。看看。哦。哇哦。起劲起劲，我是王瑞奇。我的新衣服漂亮吗？拜拜。他的家人中他说啥了我都没听清，他喜剧人，我好直男，我直男为什么这儿刚刚骂的玩意儿，真的他要挂连回去，连回去就算了呗，嘿嘿，连回去就算了呗，就不打了，他挂了。起劲太差啊，对啊，哪里对齐劲练我来住，那我和王瑞奇还挺像哈，就想叫着你等于想你了，不是吧？不会的，谢谢小龟送的元棒，我和王瑞奇真默契，对啊，是很默契啊。我给你们看我昨天，却但是我又不想看了，你说眼罩，因为我想到眼罩就是之前握手会的时候有粉丝送了这个蒸汽眼罩，然后他这个蒸汽眼罩的眼罩就是美少女战士的眼睛，我觉得还挺可爱的，昨天晚上用的时候才发现。被第三个人听啊，谢谢传风送的元宝，小号干着呢，你号挺多呀，你号挺多呢，嗯，号挺多呀。不行，为什么我一弹琴我就打哈欠了？
我还只调了个音呢。我发神后的样子，我发神后什么样子？因为我的衣服没有洗，我从外面回来，我如果在这直播，我直接接触到的就是我的被子，所以我拿了一个东西来隔一下。这个衣服是要洗的衣服，我这样我就不用洗被子了，因为我不喜欢，我要是不穿睡衣不洗漱的话，我是不允许别人和自己碰我的床的。艾文在这儿呢，你看不到，艾文在这儿，在我的床头。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不行，谢谢蔷薇的骑士送的全点奶茶。我不行，咽炎啊，咽炎，唱不了这首歌。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爱要拐几个弯弯才来。这首歌唱不了，现在唱不了这首歌。就不进副歌了，我没法进副歌，我说了咽炎进不了，咽炎唱不了这首歌，咽炎只能唱遮一下啊。哎呦，盘个腿遮一下，穿着裙子呢。咽炎，咽炎的时候就只能唱民谣啊！我都说了，咽炎的时候只能唱民谣啊！咽炎的时候唱不了这样的歌呀！我把这个取了吧，这个会不会是影响我这个琴声音的，影响它音色的一个东西？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换一个和弦啊，换一个谱。夏天的风，我记得我之前找过一个弹得很舒服的谱子，但是在哪儿呢？如果你愿意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尝试。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找不到哦，在哪儿呀？在哪儿呀？不会是在我收藏的，在哪里呢？风景哦，找到了。
有点小啊。七月的风，七月的风，蓝蓝的，连绿都变热热的。不久后的天慢慢的，一直雨后雨下过。嗯，是这样吗？七月的风，蓝蓝的，连绿都变热热的。跟去年夏天唱的时候不太一样，去年夏天唱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仿佛闻到了去年夏天的味道，但是刚刚闻到的却不是夏天的味道，但是我能回忆的起来去年夏天弹这首歌的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你们可以 get 到我吗？谢谢左撇子鳕鱼送的十个愿棒和 ZQ 不是一字没送的18个愿棒。咳咳，那，真棒啊，真棒，大家，你们能够理解就好了。散落的月光船，哦，有，哎，南瓜车是，嗯，好像唱不了南瓜车现在。难怪是调的高。Nothing。
不会唱啊，这首歌。哒哒歌还算稍微那么，哇，突然我想吃辣条呀，想吃那个辣条鱼，就是那个鱼干1块钱一包的那个，对啊，突然了，对啊，哇，突然好想吃辣条鱼，对啊，好突然，哇，好突然，对啊，哇，好想吃，突然好想吃，哇，好想吃啊。在群里问一下，谁有辣条呀？应该靠大家。你们听到了吗？不是，因为我们房间住在楼道旁边，这是个啥呀？哦，这是我的肉。哎呀，我裙子破了个洞！我裙子破了个洞！我说这是啥呀？这是我的肉呢！哎呀，太穷了，裙子都破了洞。我看这个上面，我以为是粘了个什么纸呢，没想到，哎，再破了个洞。没事没事，把这个裙子这样转转就好，这样转一下就看不到。哇，又是一条新裙子啦，真漂亮。因为我们房间住在楼道旁边，然后刚刚好像有人飞速的下楼还是上楼来着，然后那个楼梯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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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了，就是这样。沙雕预定啊，这沙雕吗？这沙雕吗？为什么大家觉得沙雕的时候我不觉得沙雕，我觉得沙雕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沙雕呢？
啊！打鼓的声音可跟那个下楼梯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嗯，哎呀，我的边条夹在桌上呢，我为什么要坐在地上直播呀？边条夹在桌上呢，我不想站起来拿。不想站起来，不想站起来呢。嗯，五月天的拥抱怎么唱啊？我好像不会唱了。嗯。不会唱，没听过。失去的歌吧。失去的歌我也不太会啊，还是不太会。穿过云，啊不对，浮现，哎，没找着调。停止于某段亮点，好像不对。请你为我有期限。唱了，嗯，哎呀，这首歌怎么也要变调夹呢？不想去拿变调夹。唱这首歌，不唱了，不唱了。谢谢小包，小包，小。
谢小标兵送的10元棒，谢谢爱有爱和永生不变送的巧克力。谢谢耶耶成长官送的10元棒。然后什么红蜻蜓应该会吧，我找找红蜻蜓。小小恋歌我之前弹过小小恋歌的谱，我先找找红蜻蜓好吗？唱 by two 的版本吧。看看在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飞翔是生，是飞翔是生活。这个啊，现在唱不了，高了高了我就唱不了，咽炎啊，这两天，这两天咽炎啊，唱不了。这首歌之前有一年齐静生日公演的时候，我俩合唱过，你们可以去搜搜。小小恋歌，小小恋歌也高啊，我现在就唱不了我平时能唱的歌，我现在只能唱我平时唱不了的歌。在哪儿呢？小小恋歌，嘿，有一首。节奏是可以的，我得唱这么慢才行。谢谢耶耶成长官送的10元棒。谢谢
Fred Brad 送的呀，谢谢薛凯琪粉丝送的全奶茶啊，不会了。繰り返す過ちのその度人はたった什么おさおしる果てしなく道は続いて見えるけれどこの両手は光を一哎，不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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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念了。さよならとさよならの時の静かな。さよならの時の静かな胸ゼロになるから高耳を澄ませる生きている不思議死んでいい生きている不思議死んでいい。我好像一个智障啊，对不起。不行了，嗯，小小连哥在哪儿呢？小小连哥在哪里？ひろい宇宙の数ある一つ青い。ひろい宇宙の広ひひ広い宇宙の数ある一つ青い地球の広い世界で。我有可能唱不上去啊，咽炎啊，咽炎啊！等我咽炎好了，这首歌就能唱上去了。我先试试啊。広い広い宇宙の数ある一つ青い地球の広い世界で小さな恋の想いは届く小さな島のあなたのもとへあなた
疼，哈哈，鸡皮疙瘩可以吗？武打。好了，不能唱，太高了啊！现在唱不了，唱首低点的歌。唱什么歌是低的？如果你是朝露，如果啊也高啊。如果你是朝露，我也是那小草。如果如果不了了，如果你是那片云，我也是那小路。终于你想你，于是我就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凄厉。行，我不能再唱了。你没有听到我那个裹的，就是唱歌的时候有弹，然后那个第二如果那种声音，不能再唱了。我不行了，我着不住了，我的嗓子。来一首能在银河上跳舞的歌。拳头勇敢的怒吼，这首歌我还没有去看过康姆士的现场呢，我感觉这首歌的现场一定很燃。康姆士，其实我之前就是康姆士是我就是听过他们的歌，但是就只是有一些歌很喜欢。他们还有一首歌叫走，我也很喜欢，那首歌也很喜欢，那首歌也给我的感觉是在现场听肯定会很嗨，很有气氛的一首歌。康姆士的歌我都觉得还就是怎么说呢，就一部分对我胃口，就是要找他们有的歌我不太就是能 get 到。听众朋友，我给你们找点另外一首歌，我很喜欢很喜欢，是他们的歌里面目前为止最喜欢的歌，叫走走走走走走走。找到，哦，是同一张专辑里的呢。这首歌也是真的哇，我觉得好有氛围感。对，我们一直往前走，对，对。这首歌，哎，这么说，这张怎么说，就是他们。那首歌就像在银河上跳舞，这首歌就是在地上，在地球上跳舞。国内还是有很多乐队，非常的 nice。这首歌结束了，我们就下播好吗？好的。看着跟着晃，很想跟着晃，对，早点去，对，那我就先把耳钉取掉。看一眼流血没有？谢谢燕窝送的一元棒，谢谢燕窝送的三个一元棒，谢谢燕窝送的一元棒，谢谢血看戏粉丝送的一元棒。
它是这样一对儿。哇，谁截个图这样好漂亮我。我们一直往前走。然后那几天更是他截图，插出去了，插出去了，踢出房间，插出去。插出去。我了，又特殊对应了，太甜了，太甜了，又特殊对应了，好疼啊我的耳朵。这朋友不会不回来了吧？回来了，他们都羡慕你呢。继续插出去，不会了。啊，已经发给我了，那我就看看那张图漂不漂亮。漂亮。哦，漂亮。你们没看见吧？林姐的表情包。哎呀，我怎么叫林姐了呢？想一起分享，等我先把自己的美图保存上来。同款双下巴。哦，林丽是。没了没了，好了，朋友们，我要下播了。刚刚那首歌已经播完了。这个时候头发闪一色，我还是玲玲啊？我后头是玲玲。谢谢于金送的玫瑰花。彭林，彭林，听一首彭林的歌，下播了，拜拜，晚安，爸爸妞。刚发了翻牌，好的，拜拜。走走明明弄眼
Thank you.